欢迎回来，我们的阴思路。OK，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武器。我手上的武器呢，只有 MK2 跟卡宾步枪。那我们这套战斗服的技能呢，它有可以改装这个枪，这个是可以装运营器的。然后这个是不装的，我先装一下运营器。那这个是不装灯，这是装那个瞄准镜的部分。看一下第一人称啊，不小心按到，哇！所以它这个步枪看起来是还蛮先进的。然后这台车呢，是我们昨天更新的那个短剑，它的原型。我们昨天 DLC 出来的时候，它的炮管是可以集气的。那我们这个原型呢，是长这样子。丹顶在跟我们的耶稣他们会合。OK， 我们现在可以试一下这个坦克车的性能。前面跟上面的机枪塔可以射击。哦，还可以移到后面去射啊，这个会不会太扯一点？哇！这边清一下丧尸好了，我们换一下这个飞弹，飞弹射程比较短一点。OK， 所以它只有飞弹跟机枪而已。哇，草皮烧起来了！等一下，那不救护车吗？还有坦克哦，坦克的功能跟飞弹差不多啊。丧尸都走过来，居然不怕火啊！哇哦，是哟。好，我先下来，我先看一下我们的特殊技能。这套衣服呢，研究了三个月。OK， 这个是增加防御的，然后可以跑比较快。增加了攻击力，还可以把敌人抓起来丢，丢啊！然后这个呢是隐身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为什么丧尸看得到我啦？这样不合理啦！抓起来，丢啊！可恶，他居然可以看得到我。然后这是可以看比较远的，哎、欸。我装上这个模组之后，僵尸变得很厉害哦，居然感觉就是想要打架的样子啊！哎呦呦呦，过来过来过来！哎呦，好凶好凶好凶！想打架是吧？完全不怕我的枪！别动别动！哇，天哪、啊！所以我用这个模组之后，它的产生攻击能力耶，真是太厉害了！我先上车一下。好的，我们现在正要前往这个山顶寨，那我先标一下地图。这个山顶寨呢，上次我们有把那边清理过了，那我们现在就。哦吼，这台车怎样？直接爆了？没有啊，刚刚有打到他。OK， 这个上坡呢，前面挡住一堆丧尸，我来把它清理一下。换个飞弹那么麻烦。再给他开过去了。Go go go！
哇塞，这边都没有人守，在这边没关系，哇，这边丧尸碾一碾。用射的比较快啊！哇，这边做的不错啊，防御做的很好。站好啊，等我下。OK， 最后一个，还有你哦。我怎么看到只牛跑过去了？应该没有了吧？我们进去看一下，这边有一只。坦克是放外面应该 OK 啦。等一下，这样我要怎么进去啊？是从外面应该进不去哦，应该要爬这个。我用弹跳的。进来了，可是有点卡卡的。跳！耶稣啊，好久不见！哇，这边整顿了，这边整顿的非常的完善啊。我们稍微逛一下这个基地哦。OK， 这边还有一堆钢铁，他们可能之后要盖厂房还是什么的吧。然后这边是吃饭的地方，有点简陋。OK 啦，没问题。那旁边的话有很多这个帐篷，应该是他们睡觉的地方。蛮好奇为什么不直接睡在房子里面就好了。OK， 帐篷很多。那只牛是怎么没有把它关好啊？走来走去的。哎，格伦 ，Dale， 马熊，哇，马熊好久不见了，真是的。上集出了任务之后，就再也没有回去找他了，然后就不晓得跑去哪里。等一下，这个人为什么跑来跑去？这是谁啊？这个人是谁？小偷吗？不能射他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我没有打到他、啊。然后他就被攻击了，看他们两个打来打去还蛮好笑的。哦哦哦，踹他！哎呦，爬起来，快，踹，一起踹！哎呦，好痛！哦，哎，他打到杆子啊，弹回去了，踹！哦哦，马兄加油，推他！这应该不用我帮忙了吧？哦哦哦，二打一耶！哦，耶稣，我笑很厉害啊！哦，这是牛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干掉！这个，哦哦哦哦，反击了！啊，不管了，让他们自己去打了，好吧？我们看，继续看一下这附近的样子。哦，这边有 barbecue 哎，这边有其他颜色的帐篷啊。然后这边有个小楼梯可以上去我们的塔台，看一下塔台有什么东西啊。哎呦，这边有对讲机啊，可以连外的吧？对吧？然后有电脑、望远镜。OK 啊，这个塔台 OK 啊，这两个人打不完哎、欸，我来帮你啊，耶稣，我来帮你，你不要打了，就是你啊，不要再打啦，去吧你，他应该还活着啦，不管他了，跳，跳，哦哦，哇，这边有直升机哦，这是逃跑用的、啊。跳！这里是谁的房子啊？谁睡那么好的那个是 trailer 吧？跳！跳！我跳！
谁设计的啊？乱七八糟。哎，不错啊，至少丧尸不会进来。OK， 这边是他们网咖，没有啦，打电脑的地方。这边应该是，这沙包至少是还蛮牢固的，丧尸不容易进来，除了前门以外。锻炼的地方，然后游戏室，然后这一队人在绕圈圈。你看你在干嘛？有敌人在这吗？你为什么跑来跑去的？你们几位是也要跟我去做任务吗 ？OK， 总之呢，我们这一次的任务呢是要前往这个伐木场。那这个伐木场呢会经过一个隧道。那所以呢，耶稣派给我他的一些小队伍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就会前往到这个隧道这边去，先想办法先通过啦。那这个隧道呢，有重军驻守在这边。OK， 我们现在已经到这个地区，那我们身后有三个队友，那他也是全副武装，但是他没有特殊技能就是了。OK， 那我们就先这样出发吧。先用这个侦察机看一下。OK， 我们这正门呢有两个守卫在这个墙上面啊，然后下方有坦克车，还有这个还有钢哨，然后再往里面走的呢有一个桥，这桥上面呢有四个守卫。通过这个大门的时候呢，门口有两个守卫，然后这个通道里面全部都是人，我还在想说这要怎么进去啊，这有点麻烦的感觉。OK， 我们就稍微看一下，沿路都是人，超级多，多到爆、啊。我蛮好奇为什么尼跟他的部队会在这边驻守啊？我在想说他们是不是要挖什么地道还是什么的？这边有作战指挥中心，然后有个这边在不知道在挖什么哎、欸。然后这边还有爆裂物。OK， 我们就要一路通往到这边。好远啊！不过这次呢，我有带我的火神机枪啊，黄金的那一款，有 OK 吧？你们应该 OK 吧？哦，跟着我走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跑太快了。Go go go！ 我先隐身一下，别人在上面会看到我。错哎，没有看到我，可是我没有那个 energy 啊！看到我，看到我。被发现了，我等那个能量先回复。哎呦，不错，帮我射击。好，好，好，跟着我，跟着我。有人吗？好，我的能量条恢复了。我现在装甲是用那个防御的，可以增加防御。去隐形，隐形的时候会消耗的能量，然后跑步的话也会慢慢的潜行过去，先把他敌人摸掉了。被发现了！啊，不好意思撞到你了。守卫一直冲出来。哎呀，怎么了？哇，我的守卫都挂了，奄奄一息。好，剩下另外一个人了。快快快，跟着我，跟着我。我要报仇了，我的火神机枪。为我的死去的伙伴报仇，增加防御。我先改一下这个枪。啊，这不能改。这不能改，好。走吧走吧。增加防御力。一个都不放过啊。
快快快快快，我们走前面，直接扫射过去了。哦，为什么后面出现一个人？你怎么出来的？哦，鞭尸啊！喂，这边有核弹啊！这些人想要干嘛啊？这边有核弹，该不会想要破坏这里吧？哇吼，爆了！这是什么？丢一下燃烧瓶好了。哎，燃烧瓶不管用，我一直打到墙壁了。多烧一烧，烧干净，丢。旁边是不是有个人啊？去死吧你！哦吼，怎么会这样？哎，我穿防火衣啊，不怕你们的。这样好像比较快一点啊，用烧的。还有人站着发呆啊，这局应该很疗愈啊。烧吧，燃烧吧。Loser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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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塞！我们一直冲出来。哇，这把火神机枪我改过啊，它子弹用喷的。躲在旁边。这里还有人吗？来破坏这边的设备。有人躲在后面，谁在射我？快快快，我们赶快到出口。还有个人在这里，一个都不要放过，想打我？这墙壁也打不烂啊！这边看起来清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再往前面看一下。哎，这边有个两个人，来这边射他，快点！隐身出去，这里应该没有躲人吧？那个小型的办公室，里面很多武器啊！啊，你在干嘛？哈、啊，戴着面具想吓我啊？出不来哦，先把你干掉。哦。干什么？哇，凶凶凶！不要命了，直接冲过来哦！我有火神机枪哎！旁边那一箱箱不知道什么东西，
增加我的防御啊。哇，炸了！我好像剩下一个队友，没关系，我先冲第一个。啊，是不是油管爆了？难怪。这炸弹吗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来来，我把你抓上来丢！旁边掉旁边去了。感觉他们有穿防弹背心的，有点难杀哎。最后一只吗？你好，我听到上面有敌人，上面好像也有敌人在上面，看一下。哦，是钢哨还是什么的？这样烧得到人吗？什么是打到墙壁？只看年弹。应该可以吧？再补一下，好了。我怎么一直听到有人在骂脏话？好像还有人在这附近的样子。哎，上面有直升机哎，不过我用不到，我们是要去在前面的一个伐木场。看这个通道呢，已经清的差不多了。我们减弱了尼根的部队。到底是谁啊？我怎么找不到人呢？啊，算了，不管他了，我们就我先前往，先去勘察一下地形。那，OK， 我们这边还是有些丧尸。哎，超难瞄准的。试看之后，呵啊，打好远，哇，喂，哇，哦，哇塞，哇，尘土飞扬啊！哦哦，丧尸多，丧尸多，嘿，哎呀，哈哈，都喷走了，就是你，就是你，就是你。乖，来来来来，想咬我在？去！哇，丢好远！喂，哦这，有打到吗？哦，喷到了，打到人了，啊，走过来了，哦，不怕死的。这边车子很多啊！喂，哎，跳过头了，什么时候又出现一堆丧尸在我旁边呢？我再用一次，喂，
哇 ！Dick， 我上次很多。Loser， 这，哦哦。没站到，我剩下第一人称的射击的感觉。哎，后面有一只啊！我们下一集的任务就是要进攻那个地区。我们下一集的任务呢是要进攻那座伐木场。那我们这集先到这边啦，下次再见。